小天，我的好儿子，你终于醒了。差点把你的小魂毁了。小天，我的好儿子，你终于醒了。差点把娘吓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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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小天
上山采的灵药为你疗伤，若不是他的话，只怕连神仙都救不了你呢。是啊，小天，心儿对你的深情连天地都被感动，你真应该好好的珍惜他呀。谢谢你，谢谢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，我这辈子绝对不会辜负你。你要答应我，你不必再做让我担心的事了。我答应着。好了好了，小天的伤既然好了，我们大家心里的石头也就落下了一半。可是眼前大敌未除，前途多难，以后大家还是要小心为事啊。师父，那东方白石和易水寒可有什么动静？现在还没有任何消息。可是东方白石抢走了玉佛，加上他高深的武功，也快治好易水寒的伤了。他二人若是联手，再加上辟魔剑，到时候恐怕世上无人能治得住他们，那个时候就是武林浩劫，生灵涂炭。小天，你身子刚好，不要太累了，先休息一下吧。谢谢，我已经好了差不多了，我运功行气都毫无致癌，而且感觉比受伤之前更有精神了。你不信的话，我再练给你看。你不可以，你明天再练。小天，瞧你说的，还不都是你师父不惜耗费真气为你调理的功劳，以及灵芝的功效，不然怎么会有人受了伤还会变得更加厉害？娘说的是，多谢师父。傻孩子，谢什么？师父看到你们一家人如此快乐的模样，心里比什么都高兴。娘，师父，孝天有一事相求，请你们务必答应。有什么话尽管说。孝天，有话你说就是，这是干什么？师父，您一生孤苦受尽折磨，您对孩儿的大恩，孝天更是没齿难忘。娘，
我想拜师父为义母，希望你能够答应。若小婷说的是，还请二楼成全。这还有说吗？娘高兴都来不及了。若是呀，你千万不能退却，一定要成全孩子们的一番孝心。好孩子，快起来，我答应，我当然答应。义母，什么？杏儿和小天已经拜师姑为义母了，恭喜恭喜啊！师姑，你们终于变成一家人了。你们看，我不但有了儿子，连县城的儿媳妇都有了，这真是太便宜我了。爸，启禀门主，已经探听到了东海白石的下落。快说，他在哪？原来他们并未离开齐木峰，仍然潜藏在山上。原来他们如此狡猾，竟然要回到齐木峰。既然如此，事不宜迟，大家赶紧准备即刻出发。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同心协力打败东方白石。妈的，还真让他们找上门来了。无法无天，给我滚出来。这么久为什么总是找不到他的踪影？吴法无天，你到底在哪儿？你怎么样？是吗？过来，你一时激动又引起伤势发作了，拿着。老子整天想找他们杀掉他们，他们却在四处找我，想干掉我。这样在山上玩起追残来了，整天这样你追我逃的，他们要好到什么时候？没关系，你不让我练成剑法，我也不让你治好伤。我看谁能好过谁，老子有的是时间。走了，讨债的上门来了。东方白石，见了，见你忘恩负义，我们兄弟。快出手杀了他！你再不叫他干了，就疗伤了。我不得，快点把我剑和剑交出来！